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个 take， 我是 Jerry， 今天来久违看个篮球，大家有在看我们频道就知道，我们是主开棒球，比较少开篮球。今天配合这个 NBA 开季，我们就来开一个篮球 Hunted Hoops， 刚好也是这个应景的这个万圣节，好，赶快来看吧。Oh shit！ 干，再一次好了。这个有总共有40包，然后一包有3张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哇、哦，超多，这个看到手废掉吧。这一包呢，在美国的超市买到的话是一包是21.9美金。这个呢，我想这个陪你出来应该就是要给大家这个万圣节这个要糖的时候。不给糖，给这个卡包。我看网络上评价都很好，都说小朋友很喜欢，小孩爱吃，宜购买。这个卡包真的有够多，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买一下来解手痒。好，啊，这个卡片的设计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跟 Hoops 一样，然后就是再加一个万圣节元素这样，然后有这个 Exclusive。Halloween Perils 就是万圣节限定品型，就是在这包里面找得到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组这个叫什么 Hoops Rainbow 的话，你一定要也是这个，也是一个其中一个。后面这一点有够难拆哈、啊！这集我们要用剪刀大法，这一包总共才3张而已。哇、哦，这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。这个你看这，这是万圣节的这个平行，然后这个的话要拆谁呢？要猜那叫谁？当然是我们的 Wembanyama， 然后可能其他的什么 Amen Thompson、Amen Thompson、Austin Thompson， 还有谁 ？Brandon Miller。这个我对篮球没有那么熟了，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有谁？哇，这个有够难猜的，这是怎样？不同的平行 ，RJ Barrett。大家不知道大家这个 NBA。新开季有什么期望？我自己是还蛮想要关注一下纽约尼克，虽然我自己是没有那个、啊，以前是支持科比，然后科比过世之后就没有特别喜欢的球员或球队，都在看棒球。不过今年我看那个尼克队的 Jalen Brunson， 我还蛮喜欢他的。这个尼克队整体加了那个 Kevin Hart， 然后还有。Carl Anthony Towns， 哦，蛮值得期待的。然后还有我也最想看的还是我们马刺队的 Wembanyama。好，这去年的 FMVP， 可是不会左手运球。哦，这个我也蛮喜欢他的 ，Buddy Hield。好，我们下来看，现在开了3包来看的话，感觉这个平行是偏稀有了，先放这里。至少来个斑马吧。好，继续猜。决定了，我们要使用这个快速开包法。卡片太多，我一次拆3包。这个真的是所谓大家如果很喜欢拆卡。就是拆卡的感觉的话，可以买这个 CP 值超高。大家，我觉得网络上有算过，平均一张卡好像0.18美金，在所有 Panini 的商品之中是最便宜的啊。继续来看，Marcus Smart、Josh Green、Anthony 我也是今年期待的人 ，James Harden， 不太行，快艇不太行 ，Cameron Thompson、Kason Wallace、Spencer Dumundi。Tyler Hero， 哇，这到底是怎样？好，快猜，我们继续。这样是几包？我又不知道了，真的是太多包了。我觉得呢，我等一下应该开包，应该会放弃。这个大家且看且珍惜。然后再继续看下去之前，跟大家宣传一下，我们的鉴定7团正在开征中，一路到12月22号，一样是975块一张，10张一张940块。有兴趣都可以密我们 IG。然后我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，这是有可能会猜到的平行。对，一些我们现在只有2种，然后是
开不到签名的。好，这个继续。这个这是谁啊？好吧，我这 NBA 的新秀好像不太熟。Zion Williamson 这个知道。Anthony Towns Ingram Keegan Murray 到目前还没有除了这两种以外的平行，来一下吧，不然就要猜不下去了、啊、不然今天就猜到了有 第三种平行为止。 Derrick Rose 退休快乐，这个真的是传奇的人生。这个，各位如果想猜这个猜出什么价值来的话，非常不推荐。但是呢，推荐给谁呢？推荐给这个爸爸们，如果爸爸们或妈妈们想要送给孩子当礼物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孩子会一直猜很爽，而且也超级便宜。继续，好，我们继续，一次猜了十几包，来看看接下来有什么吧。Devin Booker， 普卡堆放过来。嗯，有谁呢 ？Kyle Lowry， Cunningham， 大家觉得 Cunningham 卡价如何呢？好像感觉 Cunningham 有点涨不上去的感觉，毕竟在一个大烂队。Foreigner， 千万不要Google他名字。Austin Reeves。受不了啦，能不能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？我还没猜到这些，看有没有机会不猜这些，猜到一个第三种平行。哎、欸，有哦，看到这个黑色蜘蛛亮，有，这斑马就要起飞咯，我们到现在还没一张斑马都没有抽到，是怎样？这个要等吧，之后看，虽然不是什么屌的卡。我们最晚看，好，放旁边，看一下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斑马，没有斑马 ，AD 没有斑马 ，Evan Mobley 斑马你在哪？还是没有斑马 ，Jaylen Brown 哈。来这张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需要这个 Stove Reveal， 好，这张是 Ben Shepherd， Jaden McDaniels， 哦，其实蛮帅的耶，黑色平行，好了，就是刚说如果开到第三种平行就不开了，接下来这几包看有什么机会之后送给观众吧。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，NBA 开季愉快，谢谢各位 ，Peace。